教会的善牧，荣休的郑在发总主教，九月二号傍晚离世之后，殡葬弥撒及告别礼，十月四号上午在台北圣母无原罪主教座堂举行，由台北总教区中安驻总主教主理。不到九点，已有不少信友来到主教座堂，纷纷先上前瞻仰遗容，衷心的为郑在发总主教祈祷。尤其是台南主教座堂、大阪圣若瑟堂和德光女中，曾经饱受郑总主教慈爱的朋友，更是清晨四点不到就驱车北上，献上他们无尽的哀思和祈祷。弥撒在上午十点准时开始，除了主理的中安驻总主教之外，教廷驻华代办马德范蒙席、主教团主席李克勉主教、台中教区苏耀本主教、嘉义教区蒲英雄主教、台南教区林吉南主教、高雄教区刘振中总主教，以及荣休的洪山川总主教、李若望主教、刘丹贵主教和超过五十位神父参与了弥撒。由郑在发总主教培育的中安驻总主教在弥撒一开始时就说：我们敬爱的郑总主教若瑟，他是一位忠诚的牧者，也是宽仁的慈父，一生致力于福传的工作，如今他已经完成了天主教父给他的工作，回归到天父的家乡。我们现在怀着信德，相信郑总主教若瑟已经进入了救主基督复活的光明中，现在让我们与郑总主教若瑟一起来感谢天主的照顾，并和在天乡的他一起来祈祷。接着由教廷驻华代办马德范蒙席宣读教宗九月三十号调唁函，中文部分则由郑在发总主教的弟子、台北总教区林天德副主教宣读。圣父与你在祈祷中一起感谢郑在发总主教多年来所尽的夺职及牧职，并与那些共聚一堂参与殡葬隆重礼仪的人共襄盛举，将他的灵魂托付于我们天父怜悯的爱。圣父会颁赐他的降服给所有哀动已故郑总主教的人，作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内的精神力量和安慰的保证。教廷万民福音部塔格赖书记也发来安慰信函，由台北总教区秘书长陆友棒神父宣读。我们以感恩的心情怀念他慷慨而忠诚的牧职，以及他以许多和主教的身份所做的鼓舞人心的见证。我们连同台北教会以及因他离世而感伤的人们一起祈祷，恳求天父赐予他永恒安息的福乐。路易斯·安东尼·达格莱书记。弥撒中由台南教区罗建平副主教讲道，他见证了郑总主教对圣召的培育。小弟我是他成立的达恩义修院第一代的弟子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今天怀着哀伤的心情
来恭送自己的如师如父，但他又非常的亲切，像我们视同朋友一样。首先我要怀念的是1967年的7月31号，小弟和在座的几位达义的弟子在小修院的开学典礼，他如同爸爸一样欢迎我们加入达义的家庭。很快的，在他小弟六年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度过了最欢愉的青年时期，我们接受了他最精湛的培育。他很严，但他不威，他非常的慈祥。我相信钟总主教一定还记得，在他被遴选为福礼主教的时候，他是如何的被叮咛。达义修院也由于他的努力栽培，为台湾的教会培育了相当多的神长，一直到今天仍然用郑总主教的精神来奉献给台湾的教会。今天的殡葬弥撒是天主为郑总主教所准备的宴席，这里我要特别的推崇的就是达义小学院的第一代弟子69位，一共晋升了9位神父，其中有2位现在在台北总教区服务，6位在台南，1位在美国。我们相信达义的精神一定在我们这些他当年喇叭的小萝卜头，现在呢成了教会的中间，我们还要继续的按照总主教郑院长当年给我们的教诲。弥撒后告别礼由主教团主席李克勉主教主理，圣者的完美和地位，并求天使和他及诸圣圣人及信友欢聚一堂，共享永恒的幸福。告别礼后播放追思影片，走过碧月小修院，走过德光女中，来到台北总教区，郑在发总主教谦卑和蔼的典范是大家永远怀念的。他对圣召的培育是宁切勿滥，不能如同圣若瑟有精明管家的精神的就自动回家。郑在发院长对我的影响是使我变精明了，遇到困难能够默观祈祷。当我给你副手祝圣你为一位神父的时候，我给你的是神权，你可以去执行一个司铎可以执行的事情，但是我没有给你德性，德性要你自己去修。所以我们不是生了神父我们就具有很多德性的人，我们还是软弱的人。记得2000年中日大的若瑟馆在落成的时候，总主教在典礼当中也问我们4个人施洗，除了我和女儿之外还有2位老师，其中一位老师就是我们现任的杨惠娜校长，所以郑总主教的目的是很成功的，用圣教来感召我们，
精神感召之下，所以我非常感动，我非常谢谢中总主教，他不是救的我，应该也是救了我。有一天呢，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去，然后呢就笑盈盈地跟我说，来呀，传协会，传教协进呢是协助的协，然后不是威胁的协，所以呢传协会就是要跟我们的这个教会一起合作。因此我们恭请台南教区的林吉南主教带领我们全体统一的宫殿里，请大家留在原地，请肃立，起身请就位。殿礼开始，全体肃立，主祭就位，上香。献花，献果，献爵，我们全体向正总主教临位行三鞠躬礼，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礼成。四点，灵车来到了台南永光墓园，早有许多的神父修女信友来到这里，希望陪伴着他们钟爱的郑在发总主教走最后一程。我们为郑总在发若瑟总主教举行安葬礼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。天主愿意把我们这位主教郑在发若瑟从此尘世召回到自己的身边，我们现在把这出自泥土的身体交还泥土，使他身归原处。